个牌子还是蛮甜的。元宝，谢谢。我跟你讲，等到十点钟这个手脚要吃饭了。十点钟，啊。我不中。等你这个手脚十点钟要吃饭了，要摆东西了。到十点钟。对不起。听不听不懂？等一下，等。我不中。等一下，不要紧，等一下，不要紧。我不知道。哎，元宝，你这个机器哪里买？你这个照相机哪里买的？那个摄像机啊。这个东西哪里买的？这个。书吧，哪里买的？那是国外买的吧？美国买的啊。I make DVD。哪里买的？I make you a DVD。哪里买来的？哦。哪里买来的？什么地方买的？我不懂。没了。来。喂。来。